酷一点的工作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德华昨晚打联盟赛又遇到天鸽阵容，只要他掏出吕布，几乎每次都被克制。德华戴上痛苦面具，表示不再玩吕布。酷一点的工作照。一局对线老夫子，由于德华急于表现自己，迫切想要拿到一血，结果被老头教训了一顿。虽然德华送出一血，但是抢先者一块不落下风，提前升到四级。这波德华半血，老头依然不怕，刚好大爷赶到收下人头。你好牛逼哟、哦！牛逼！这波杀掉老头，德华自以为无敌，越过防御塔清线。一开始对面还拿他没有办法，可是西施赶到，德华无处可逃。老夫子真他妈的狗的要死，哎呀，气死了！奶奶的！哎呦，你他！真的是狗啊，这个老夫子，哎呦。我有没有？我玩到有点卡。九级这波是最惨的，德华出去还没摸到人，自己就被对面打上四血，属实没办法。技能还未开始撤退。真的是妈的，玩一玩吕布就感觉好烦。来到十级，德华这波顶级绕后，终于找到机会扬眉吐气。你看看那傻鸟孙膑，妈的是这么玩，老拿着他妈的和孙膑来混。请求集合，刚好又克死我，经济领先，别浪，烦死了。十二级又看到中路锤子妈被迫一打五，德华赶到大招跳进人堆为他报仇。哇，这卡成狗一样！哇，卡成狗一样！我靠！啊！随便拿一个都比吕布要好，这是最糟糕的一种，就是拿了吕布，谁都可以秀我。
英雄被克死了。此时德华内心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12分钟最后一波，德华被西施拉到面对对面四人，大招都没跳出来。